各位观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古节目。在上次的节目里面，我们谈到自我肯定就是要了解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尤其是要了解自己的缺点，那么这实在是相当难做到的。那么在这方面佛法能够给我们什么样的帮助呢？我们现在就来请教圣严法师。师父，在追求自我肯定的过程当中啊，那有哪些修行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呢？其实我们经常啊都用的修行方法是普通都在用，我上一次讲念佛，那另外呢拜佛，还有呢打坐，还有呢诵经，这些都可以能够啊让我们自我能够肯定，也就是能够发现自己的缺点。自以为是好人的人很多很多，那么这些人是不是好人呢？我们不能说他们是坏人，因为他们并没有杀人，并没有放火，并没有做土匪强盗。可是人前人后两重人格大概是每一个人多多少少会有，还有遇到啊利益和这个不利益的时候，就是利害得失的关头的时候，你这个心究竟是怎么样？还有亲疏厚薄，在这遇到这样的情况是怎么样？常常有人认为啊，哎，人家的事你不要管他，人家好是他的事，人家坏我们也帮不了他的忙，管他去。那么像这种心究竟好心呢还是坏心？所以我们呢常常自己做了坏事，说了坏话，存了坏心，不知道自己是坏。但是唯有念佛以后呢能够纠正自己，第一个他的观念上啊就会想到自己是不是啊对自己有利啊还是对自己无利啊，对人有益啊或者是无益啊，这损人不利己啊，这些问题全部能够啊判断得出来。还有我们自己平常啊浪费了自己的生命自己也不知道的，浪费生命多半是怎么浪费掉的呢？闲谈杂话，做无聊的事，玩无聊的这个把戏，多浪费了生命，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也没有用，对自己心理健康也没有用，对于家庭对于社会也没有用，这是说无聊的事情过去了。这种究竟好还是不好的？看起来没什么不好，没做坏事，但是事实上对自己是坏的，对不起自己，有这么一个很好的生命为什么没好好的用它，为什么物尽其用啊？这个实在是就是一个坏事情。那么像这样子呢，如果信了佛学了佛在修行之后啊就会发现到本来每天应该打坐，有一天没有做了，那表示说自己不行。为什么本来不应该说不念佛，哎，有一天没有念佛了，那发现到这个觉得自己不应该了，每天应该忏悔，结果有一天没有忏悔，那表示说这个就不行了。这是从这个正面来看负面，不要从负面呢说是来说啊自己对呀、啊、不对呀、啊，正面的事情做对做多了，做多了没有？多做了没有？应该做的事情做了没有？没有做，就是不对的。这个样子的时候，你自我的肯定啊才能够坚强起来，否则的话，往往自己悠悠乎乎的迷迷糊糊的过日子叫醉生梦死，这个算是好呢还是不好？一般的人认为醉生梦死没什么不好啊，我也活他也活，我吃饭他也吃饭，我睡觉他也吃饭，也睡觉，我跟人家一样啊。但是人家吃了饭在做什么，你吃了饭在做什么，人家睡觉以后做什么，你睡觉以后做什么，这些呢如果没有考虑到的话，
那就是不是好人。那可是呢，我们很少人想到这些问题喽。那么如果说能够有修行的人，修行呢，我刚才说念佛啊、拜佛啊、念经啊，这些如果常常做的话，就会发现啊，自己不应该做的做了，应该做的没有做，那就这也就本身呢，就是逐渐的，慢慢的对自我的肯定的价值，越来啊越坚定，越来越有信心，越来啊能越能够啊指挥自己，越来越能够掌握自己的时候呢，自己的自我真正的建立起来了。是，师父您刚刚提到忏悔啊，那么有人说忏悔对佛教徒来讲是特别重要的，为什么呢？我们又应该怎么样的忏悔呢？本来可以啊单独的来解释这个忏悔。忏悔本身呢是承认错误，负起责任，准备接收这个责任，应该如何来了，这个叫做忏悔的功能。不要想到说忏悔了以后啊做错了的事一忏悔，这佛菩萨拿去了，他负责任去了，不是这样子的意思。而忏悔呢，就是啊一次一次的在漂白自己，来清理自己，清扫自己。可是清扫出来的垃圾自己还是要收拾，晓得那是垃圾，但是还是要收拾掉，不能够说是我清扫出来的垃圾丢给人家去，这不行，这等于忏悔。忏悔的功能就是啊自己承认自己的错误，自己愿意负担自己的错误的过失的责任，这个叫做忏悔。忏悔以后有没有用处？有啊，因为自己知道一定要负责任呢，那最好少错一点事啊。那表示说，比如说我们明明欠人家的债，欠人家债不认账，可能闹到法院去。你今天不还，明天还是要还的。那如果我们欠着人家账，我自己承认自己欠账，那没有关系，我赚了钱再还了，我一定还的了。那这个叫做忏悔。忏悔的功能是在于这样子，很多人不了解忏悔的意义，认为一忏悔自己杀了人放了火做了千桩万桩的坏事，一忏悔全部都让佛菩萨去担待了，这个是不合因果观念的。谢谢师父的开示。